我知道大家最喜欢来看我花钱抽造型了。今天我陪大家一起抽的是今天上市的新造型赵云的恶魔之造。今天特地除了9200点，我们一起来抽这个新造型。不要跟我女朋友讲，花了6000块抽这个造型。好了，那一样，第一区放一个奖品，第二区放了一堆官方卖不出去的奖品。这里有个比较特别的是，可以使用恶魔能量来提升抽奖几率。官方通常都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就直接每一波都注入恶魔能量。手抽的话呢，只要360点。那抽哦，我中奖了！哦，没有没有，他是通知说呢，我花了360点可以打造5次恶魔之造。哇，官方不要这样吓人好不好？直接把恶魔之造图片放出来，害我以为第一次就中奖，想要夸奖官方。好，第一次我们抽到了一大堆长枪的碎片，这边有一个碎片的兑换区，看一下，该不会应该是一大堆魔法水晶？哦，的确，一大堆魔法水晶，瑞克一造，红红赵云，还有小青体育老师。那我们接着就来抽第二次吧，该不会9000多点抽完都抽不到吧？第二次一样抽到了一堆恶魔长枪的碎片，现在我们已经抽第二次喽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就来抽第三次吧，希望不要跟上次输一样。哇，我们抽到了瑞克的遗照，黑人抬棺抬起来，各位。再来呢，我们抽了，哦，中奖嘞，4次就中奖了。也就是说呢，我扣掉第一次手抽360点的话，我来按小算盘算一下，抽了3次原价，也就是说我们抽了1560点，我们就获得这个造型。赶快打开信箱看一下有没有收到。哦，我们就这样花了1560点，就这样轻轻松松的抽到了这个造型。你花了多少点抽到恶魔制造的造型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一起分享哦。好吧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我要去准备恶魔制造的赵云的新影片，也期待等一下还会有新影片喽。今天千万不要错过，拜拜喽各位，我们明天见喽。好帅哦，这个造型。